五羊高架离奇车祸，汶蒋遭撞飞，坠桥死亡。从这么高的地方坠落下去，好可怕！这台三立新闻台采访车原先不是在那里的，疑似因为天雨路滑，它从最右侧车道一路滑至最左侧，遭计程车从后追撞后，再滑至草化线。而计程车汶蒋才刚摆好警示三脚架，竟然又来了一台黑色 Toyota 轿车，也在三立打滑同一地点附近打滑撞向计程车。他有个司机没出现的，结果后来我就在那边找，然后我的就往高架往下看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平面上面。警消获报赶到，赶紧将摔落国道平面道路的汶蒋送医急救，但不幸伤重不治。警方讯后依过失致死罪嫌，将三立新闻台及黑色 Toyota 驾驶移送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